各位文思讲堂莲池海会的同修们，大家晚上吉祥。那因缘非常殊胜，今天呢又跟大家一起来学修。特别是呢，今天的缘起是我们要讲一部内容与净土貌似没有多少关系，可是呢最后导归的净土的这种发心呢，非常的急切。这样的一部由净土宗十三代祖师印光法师的代表经典作，叫做《宗教不异混乱论》啊，所以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殊胜的缘起。那么也请大家呢发这个圆满心啊，自始至终能够把它听闻下来，了解法义。好，请大家先一起来端身正念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大家再各自呢念一下皈依，三皈依，以匡正我们的皈依心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各位同修啊，在此之前呢，我们把净土宗传灯大师的一部法语，叫净土法语，跟大家做了一个学习啊。那么因为我们这个莲池海会群呢，随着大家的这个佛学造诣的不断攀升啊，那么我们引入的这个论点啊，或者说将来有机会讲经的话，可以说是不管从文上或者义上，会逐渐的更加的深邃啊，也是我们提高自己的这个见解也罢，对于这个领悟的能力的一种长养也罢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增进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情呢，再宣开另外一部论点啊，就是印光法师的《宗教不异混乱论》啊。这部论点呢，首先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内容里边的信息量乃至文言的严谨度啊，足以就是说让我们要全情的投入或者再三的复习啊，才有可能慢慢的能够掌握一些祖师们所称性发挥出来的这个法义脉络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更加的用心，从今天开始走进这部论点啊。在学习这部论点之前呢，我们本来应该介绍一下印光法师的啊，那么鉴于我们此前呢已经把十三代祖师做过一个交代了，就不细讲了。今天呢，首先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几点，在这部论点学习之前呢，先谈一谈，就是学习这部论点要有几个切入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把这几个切入点稍微能够梳理的有所清楚的话，那么对这部论点的学习可能相对会有一些补助吧。所以在此呢，我们从四个方面，首先呢做一个论前的一个漫谈啊，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学习这部论点要对祖师升起决定的信心，这是第一点。跟大家贴出来呢，我可以总结的时候呢再条理稍微清楚一点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知道的呀，印祖是公认的是西方三圣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一位实地菩萨啊，也就是等觉菩萨这样的一个资历的一个视线啊，所以他的一生的行旅呢，跟他在圆通章里边向释迦牟尼佛报告他从凡夫修道这个一生补处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叫说，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啊，就等于说我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让所有的念佛人能够导归极乐世界。他一辈子的弘法主线从始至终别无他论，就是专弘净土啊。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位有精通教理又有这个非常高的正量
那么还对于出家僧人的这种清苦生活呢有绝对的坚守呢，才啊让他具足了这种祖师的这种风范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把这样的大师呢称之为精英中的专家吧。精英呢就是指他教理的精通啊，专家呢就是指他在这个无为法上的这个修正啊，也可以说是专家中的精英啊，也就是他是在这个修正专家中也可以是一线的祖师啊，是正量非常高的啊，可以说是圆满的见解啊，跟佛一样的来度化众生啊，这样的一种信心升起来。那么大家知道哈，印光法师呢他从这个陕西出家以后呢，因为对儒家的思想呢也极其的精通，那么到了21岁的时候呢，剃度受了剃足戒以后，由于一次偶然的啊，就是我们民间常有六月六的时候会晒经啊，他在晒这个寺院道场里面的经书的时候呢，发现宋朝的王日休居士的著作有叫《龙书净土文》的啊，可能我们大家都看过啊，那么看到这一篇啊小文章以后呢，就觉得非常的相应，从此以后呢就勤归净土呢一发不可收拾，再就没有移过他的这个信仰啊。我说的这种信仰就是说专修的啊，完全以极乐世界为根本的法门的为根本所依，这种深度的信仰没有移过，在没有变过。当时啊他在现在北京的红螺寺啊，在那个地方在庙里边当一些这个执事的时候呢，普陀山有一位和尚到北京来请这个乾隆大珍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有帮手呢，大家都把印光法师推荐的他一起帮忙把藏经请回了普陀山了啊，那他一起护送藏经的时候呢，索性就在那常住，从此法于寺闭关啊，可以说将近30年间默默无闻，一心一意的解行并进啊。那么到50多岁的时候呢，才在上海的一篇自己写的文章呢，在佛学丛报上呢刊登了以后呢，这个弘法因缘成熟啊，从此以后呢以书信利益众生一发不可收拾啊。今天讲的这部宗教不异混乱论可以说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写的啊，就是初开始弘法的时候呢把他给推出来的啊。那么这篇论文呢就是把老人家所有的内证的境界啊做了称性的发挥，而且由于他有儒家儒学的深厚功底，再加上佛学的啊称性流露，他包括其中有一些禅宗公案的信手拈来啊，所以说我们对他老人家要升起决定的信心，也要对他这部论文也就是这部言教呢升起决定的信心啊。如果依着传印长老讲宗教不异混乱论讲过几遍啊，后来也有这个出版这个讲记啊，他里面赞叹到呢说这篇论文呢可以说是结构严谨啊，逻辑性强，而且叠结相扣，句句呼应的，绝不是说一般的平凡的庸俗的这些人呢能够吐露的啊，这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所以咱们在学的之前呢，首先要把这种信心调制好啊，就是对他老人家的行持和他这篇啊从行持中流露出来的言教呢升起决定的信心，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这一点来讲呢可以说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呢，要了解说法背景以自受用。印光法师一生呢虽然是以这个大家都知道嘛，文操都是以书信的形式接引众生啊，大多都是回信的方式啊，也就是说有问而答。那么在他有感而发啊，就是自己主动的写出来一篇论文来呢，这在他的著作里面还是比较少见的啊。那么另外比较有名的一篇呢是《净土决疑论》啊，而这篇《宗教不异混乱论》呢是他自己发心写的论文里边的经典代表啊。所以说从这一点而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嘛，佛讲法12部法藏，其中有一部呢就是无问自说部啊。你比如说像净土法门这样高深的法门呢，一般的人问不出来，佛只有无问而自说
啊，就是有这一类的经典，太殊胜。那么我们可以把这部《宗教不义混乱论》也可以把它列为印光法师的无文字说部啊，也就是说对于这部论点啊，在写的时候呢一定是有它的紧迫性的啊，要不然为什么他无文自己写呢啊，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功用就是对当时的这个教内外啊弘扬佛法者的主流这种宣扬中呢有一个很大的弊病，为了切中这种实弊才写的无问二说的这边混乱论啊，因为当时的背景呢就是印光法师呢他已经大事已办了啊，也就是他的修正已经大开圆解啊，明心见性了啊，一直以持佛名号为自己的行语，这么多年的修行呢等到他当时已经有能力来纠偏啊拨反正拨乱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忍当时佛教界啊大家这种共同无法阻挡的这种误区啊。其实呢如果大家有了解啊，就是稍微对于教理啊或者一些宗派有了解的人呢就知道，直到现在这种误区我们还是依然存在的啊，也就是把这个宗和教啊相互成为障碍，条理不清啊。那么这个呢关系到什么呢，整个住持法道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关系到这个众生的法身慧命的这种化导众生的重大问题，所以呢可以说印祖呢慈悲不舍，那么才大笔一挥写出来进行纠偏啊。从此呢我们就知道说这篇论文的出处啊，它是有怎样的背景，你带着我们的背景再去相对应的自己的学修过程中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弊病，有没有这样偏颇的知见等等，在我们自己的身心中呢受用起来啊。所以说第二点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要知道其实呢自从释迦牟尼佛讲法流传开来以后呢，祖师们出世都是为了纠偏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知道在我们这个世间呀，因为它是属于有漏的嘛，染土呀，所以你有一个鬼则的这个起见啊，一种思潮的出现啊，一旦它在这个世间流传的话，它就是决定不可能保持原汁原味的状态啊，所以它就一定会这个走形啊。为什么我们常说的说一有一个法则出来了就会生100种弊病啊，所以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匡正，让它往直的走，往正的走啊。大家可能听过，比如说佛讲法也是常说到，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呢就是说有他就执着有，讲空呢他又执着空，没办法再说一个中道，他又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中道，就是说什么他执着什么放不下，这就是一个偏啊。有时候啊我们还会常说哎呀你发心如初的话成佛都有余，那就说明我们的第一念发心的保持不住，会无常会变啊。有时候又讲到说什么有些东西需要固守，不能够妄加的宏通啊，因为你去宏通妄加的宏通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妥协有稀释，久久就会变味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说木可耕而刚不改啊，就是这个刚是不能改的，这是不会发展的，一旦有所把它啊从根本上跟上去动的时候，那就一定会走入误区啊。所以说当时印祖呢就是由于这个宗和教啊这两门的界定问题呢，在当时佛法的主流的这种弘扬过程中呢出现这种状况了啊。什么状况呢，就是弄不清楚，这里讲到的叫做混乱啊。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宗和教的问题啊，待会儿我们下面开始讲的时候就知道，说宗它是所针对的是上上根器的人啊，那么教呢所针对的是这个上中下根器的人啊。所以说宗门呀当时从达摩祖师来呢，他是有要起大力呀，中国的佛法后来全盘把佛教天撑下来的就是禅宗呀啊，那么整个把佛教的地铺满的就是净土呀，所以禅宗可以说是在我们通常凡夫的分别心中它是最高最上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大利益来了以后，到我们东土有大乘气象的人受用以后啊，都是直指人心啊，教外别传，
明心见性就成佛啊，和气自信，本来清净等等这些畅快淋漓的语句，这都让所有这些根基熟了的大祖师们得到了大利益。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一般的这个鬼则呀，但凡都是成正比的，就是说你有大利益，一定会有这个大误区啊，也就是大受其害啊。而这个宗门来讲呢，在古人的时候呢，是这个上上根器的人是到处都是啊，所以得了大利益。那么到我们现在如今已经到了末法时期呢，就是说连个上中的根都没有，都是下下根器的人，所以一旦上上根器的药被下下根器的人吃了，就只有大害而没有大利了啊。这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宗教不义混乱论的开篇开始就讲到了，说他讲到这个原因背景是为什么因讲经者没喜谈宗而发啊，就是我写这篇宗教不义混乱论，就是说讲经的人呢，每次在上面就把宗门的这些公案啊，本来是让你悟的这种语言呢，他开始用分别思维的这个意识去讲了啊，这就彻底把他的这个功用呢给淹没了啊。所以说我们学习这篇论文一定要随时随地的跟进上他的说法背景，然后对于自己受用啊，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希望大家在学这篇论文的时候呢，希望我们不要走偏，一定要圆满的受用法义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能听过哈，印光法师呢，他的最有名的一个崇拜者就是弘一大师啊。弘一大师赞叹说，三百年来就这么一个人啊。那么弘一大师在赞叹印祖的这个功德啊中呢，最有名的一句话，他的评价八个字是什么呢？叫做明弘净土，暗护诸宗啊。暗护诸宗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看上去老人家是以净土宗的大祖师出现的，那么他的正面来讲就是要只弘净土，一般我们都说是专修专弘啊，殊不知呢，人家是开了圆满见解的人，所以圆人去弘法呢，他一定是弘的圆法，圆满的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很巧妙的用这个正面来弘扬净土，反面来弘扬禅宗和各个教派，这是非常巧妙的啊啊。所以弘一大师给了这么一个评价，明弘净土，暗护诸宗，这个功德呢，在这篇论文中是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了啊。虽然这篇论文啊，前面讲的篇幅呢是美美的是揪这个禅宗的篇，最后呢浓墨重彩的点睛之笔呢，就是要倒归净土，这是没错的啊。但是在前面绝大部分的内容中呢，讲到这个宗和教的定位相得益彰的这个关系啊，乃至如果说定位不明确以后呢，相混乱了以后形成的流弊，包括这个流弊所产生的危害啊，对整个宗与教的危害，对整个佛法的危害，他在从中呢特别的就是非常明晰的给点出来。所以说学习宗的人呢，为什么得不到宗的实意啊，真实的利益？学习教的人呢，他又不知道教的次第啊，那么就更不知道两者的关系啊。由于恰恰他在这样的铺垫过程中啊，讲解这个过程中呢，由于教门和宗门啊，的的确确的去深入去悟去证呢，是如此的之难，反而也更加的突出了净土易行道的甚易方便啊。但是虽然他看上去是说，表面的是说先说了综合教的这种难，再把净土给阐扬出来，可是问题是他在说综合教的过程中，如果有学教有参禅的这些行人呢，都可以从他的言教中得到真实的利益，受到启发，这就是巧妙之处啊。所以说这篇论文不论是参禅的、学教的、修净土的，都能够从中受到法益，这就是我们说圆满的受用法益啊，可以让我们确实是能够洞开这种高超的见地啊，也可以对宗呀、教呀、对净的这种，可以说从宗教的方面对于净土的是一个补助
啊，那么从净土呢，又可以看出来对宗教的这种含摄功德啊，都在其中显现啊。那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就要知道，不要说真的就以为说我们又随着祖师说啊，宗这样不对，那就不能学宗了啊。那么又看到说教这样麻烦，那就不学教了啊。又说净土如此之好，那怎么个好法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嘛，你自然就不会珍惜，你也不知道净土到底好在哪里。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从这一篇论文中得到滋养。上面呢可以说是一个是对祖师的信心，二个比较重要就是说要了解到他的说的背景。那么第三个呢也很重要，就是要我们学会圆满的去在这一篇醍醐啊位中呢去吸取这个营养啊，不要有这个非我方就是敌方啊，不要有这样见解，千万不要以为祖师们的根本情怀是这样的啊。那么第四点来讲呢，这是可以说是对我们的一种外围利益，就是这篇论文的信息量可以说是具有了超级的规模啊，特别是其中对于禅宗祖师的行旅、开悟的因缘、接引众生的手段啊，一花开五叶的这种美扬啊，乃至包括其中有一些特别可以说是经典的这些譬喻打比方呢，往往就是让我们一下子茅塞顿开啊。包括其中还有一些千百年来呢这个佛门也许是仅此一例的这种代表公案，在这篇论文中呢是应有尽有。那么也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印祖的这个还可以领略他老人家的什么呢，独特的文笔啊，一篇论文其中就3557个字啊，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没有一点的多余话啊。所以这里也要先给大家说说，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你得用心跟着啊，因为它的逻辑性非常严谨，我们讲的时候呢也不可能太泛泛了啊。所以大家就是说心跟上来了，在这个法义上呢可能能灌得下去，不在这个法义上你就进不来了啊。所以希望呢以此咱们能够今日有见闻者啊，有见者有闻者，不但能够得到这个印祖号称文字三昧的加持啊，也可以呢就如同是让我们这个心灵奇境啊，自然而然的从始至终的这种学修呢功不唐捐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圆满的功德啊，到时候我们回向同生西方净土中啊。这是首先跟大家说四点我们学习这部论点的切入处啊，大家稍微梳理一下啊。这是论前的一个小漫谈啊，阿弥陀佛。下面呢我们来把这个论的题目呢再做一个介绍吧啊。那首先我要求大家在学习这部论点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坚持熟读这篇论文啊，就是要常学习，仔细的认真的翻来覆去的看啊，看过看来的有些话不懂的，光读论文呢你是肯定读不懂的啊。还可以辅佐，就是说如果网上打出来最好有传印长老的一篇讲记，我们先做参考也可以。如果没有时间的呢，就把论文读熟，然后呢按时来听我们讲解，这样呢只要你的全神贯注也可以学得比较不错啊。所以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部论文的论题啊。首先一个字就是说了半天了，宗教的问题啊。那么一定要给大家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的宗教呀不要搞错了，绝不是我们广义上的信仰宗教的那个宗教，而是指的学修悟证的条理的这种表述点和方法论啊。那么我们首先把这个定位精准了以后呢，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宗教的背景。怎么讲，从广义上来看看吧啊，为什么说宗教不能混乱呢啊。你看从广义上来讲呢，我们现在也知道各个宗教教派这么多啊，你像咱们在国内现在合法这些大宗教呢，除了佛教还有道教啊，这个伊斯兰基督都有啊，包括我们常说的儒家思想，有时候也叫儒教啊。那么首先一点是没错，就是各个宗教呢起步都是劝人为善的啊，都可以说是跟这个我们的佛教的五戒十善呢有一些并行不悖的内容啊。
但是大家诸位佛弟子啊，这个自信一定要有，就是对于宇宙万法的尽情解释，任何宗派决定没有佛教圆满到位。特别是这种说最究竟的，我们佛教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呢？就是缘起性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总归啊，我这样简短粗浅的表白一下，就是一切都是临时的组合，然后不断重组一切万法。那么其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这就叫做缘起啊。那么不断的变化，其中也没有主宰的物，也没有主宰的神啊，都是自己的因果相续缘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成住坏空等等，这些它就是一个无常的变化，这是整个宇宙万法的律动节奏啊。那么其中这么多的变化之中，它只有变是不变的，就是一切都是临时的，都将会导致离散再组合，就是这个法式是永远这个规则不变的啊，只有变是不变的，这就叫性空啊。我们通常就是说泛泛的这么说一下，就光这个对于宇宙万法的真实解释，任何宗教都没达到这个顶点啊。所以大家知道，你看那个时候说有一个马圣比丘说了嘛啊，说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是说啊，就是说只有我释迦牟尼本师啊，才能够知道说万法都是缘起缘灭的。就光这个就把当时应该是舍利佛吧，马上就折服了，就出家了，这个是有名的当时大外道啊。所以我们现在就首先第一个不混乱，就是广义上的宗教不要混乱啊，这是一个前提，跟大家铺开了说一下啊。为什么呢？因为呢通常我们有一种活稀泥，就是说哎呀，你看世间不是常有三教合一，天下大同啊等等，印祖就明确提出来说啊，光说这个天下大同的这些人呢，属于说魔说，不可以这样，就不能混乱啊。儒释道它就是儒释道啊，你不可以就是说完全就是说都一样啊，最后觉得说的都没什么区别，那是可能你的学的这个太初步了，你都摸不着佛学的这种博大精深啊，然后在那轻易的就自己就臆断说，诶，看上去差不多，不可以啊。为什么说你看那些外道后来发展成什么三教合一呀，包括什么混元教呀等等，这些都理数不清呢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各个宗教呀，学习是学习，皈依是皈依，不一样的啊。你了解是了解，信仰是信仰，不可以混乱啊。现在来讲的话，不管是佛教、道教、基督教啊，那都在第几层就是第几层啊。从这个整个佛法究竟圆满的大背景下，你一下子就知道把他们嵌进去在第几层，这个绝不可以活稀泥呀，擅自去联营呀啊。要不为什么要去皈依佛法僧，不皈依天魔外道，不皈依外道典籍，不皈依外道邪宗呢啊。所以首先从广义上我们就要了解到不能混乱广义的宗教概念。第二个，这就再进一步说了啊，就佛教的内部而言，宗派法门之间也是绝不可以混乱的啊。虽然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嘛，好像最后都是平等的，确实如此，但是你在方便中可是有多门的呀，那有多门的话就是说你只能择一门而进啊。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就要知道，你说比如说我们去学习啊，各部经典呀，乃至一个宗派门派啊，或者都知道说都是依着佛法的总精神啊，但是呢某一个宗派某一个法门它都是一条道，这个道呢从横向上来讲，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去横着理解，横着相望啊，融会贯通，这是可以的，但是从纵向上来讲，也就是我们的从事项上这种行门起了身口意的操作中，那一定要依附这个整体的一个啊整合出来的一个成功体系，也就是依照每一个特色而行，这就是所谓的宗派，它每个宗派都有自己一套修学体系，你必须依着这个才能够作为其中的一个方便门而入，你不可能门门都入，门门都入到那个归元无二处了，才可以说回过头来的时候门门入门门出啊，你现在从修行路上来讲，路途中是不可以的啊。
所以就这点而言，不要说广义的宗教，就佛教内部来讲，你修什么你就主修什么，你一定要注重传承法脉，你是哪个宗派的，就是要应重这个宗派的祖师，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传承啊。在一个道上，你就在这个道，就在这个梁，不能混乱啊。读经也罢，受持法门或者一系列的经典也罢，一定要把心念呢往一处汇，不要散了啊。所以说恰恰这种盲目的把宗派往一块这个编排呀，恰恰会由于这种混乱度呢把心给学散了，最后没有落着点，没有根本的背景靠山了，不知道自己越修越盲目，不知道我这修行要干什么，这就是因为你没有体系，没有专修啊。所以是这点，这第二点是佛教内部宗派法门的也是同样不能混乱啊。那么我们由外而内的这样不断的圈圈圈理解来，再来汇到本文里边，为什么讲到说宗教不易混乱论，这是这么一个文章啊。那首先跟大家讲一下综合教，从知识上来讲哈，就是说一切的教教法嘛，就是说教嘛啊。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就着宗派佛法，大乘的宗派佛法来讲的话，有华严宗、天台宗、中观宗、唯识宗，这都属于教法。其实包括律宗和净土宗也属于教，就是说教劝化让你行的意思啊。这七个都称之为教，严格的分只有禅宗称之为宗啊。这是一个一目了然的界定区别，就是对于宗教的定义，我们首先把这个地方你要框死啊，什么叫做教，什么叫做宗啊。这篇论文讲的下面所有的内容始终围绕说明宗和教是不可以混乱而谈的，这是对于这个宗教我们由外大的收缩到一个小的理解，乃至这篇论文的具体内容，我们有这个样的一个背景知识啊，大家了解一下。其次呢，我们还得明白啊，你不要以为说混乱这是一个汉字，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弄乱了嘛。大家要明白什么叫混乱。首先一点我们可以说哈，混乱呢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可以说是我们自我的一种迷糊的状态啊，不清零。那么自己要以为说我自己知道啊，自以为是的这种臆断的结果。所以说这个混乱的状态呢，首先我们知道它既不是依法的，它是依人的，也不是依智的，它是依实的，也就是自己在那臆断的会通佛法瞎搅和啊，似乎在讲了一套理论，其实整个把原来本具的现成的理论给搞混了，就这么个意思。那么我们在理解这个混乱的时候呢，大家要知道哈，混乱呢并非是不可以会通的啊。那么什么叫做会通跟混乱的区别，我们先首先明确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不是在混乱的基础上啊，在会通的基础上的话，在非常清晰的条理下，有序的对每一个门每一个道进行组织说明啊，然后这样完美的啊互补相得益彰嘛，这个就叫做会通，不叫混乱啊。所以大家要学习这篇论文过程中，我们就知道说宗教不易混乱论呀，其实反而正好把宗和教做了完美的会通啊，也就是以教悟宗，以宗应教，就是以这个次第的这个说教依照这个方便来悟到这个宗的这个境界，那么再回过头来以圆满的宗的境界来印证这个教的次第的正确性，它是非常互补，这叫会通。可是呢，当我们去乱会通的啊，没有条理清晰的，还在前期的分别组织还你还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就往一块活啊，往一块变，往一块捏，那这就叫混乱了啊。就是说每一条道每一条道你还没有搞清楚这一条道在哪，你就把这所有的道弄成一条道，这就惨了啊，这才叫混乱而不叫会通。而那个有序的组织说明，那叫会通，不叫做混乱啊。所以说宗教不易混乱弄，就是做了完美的会通啊，这个我们也先明确一下啊。所以呢，当我们常会有一些说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啊等等的事，那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一定是当我们探到法的这种本怀的最深处的时候这个完全了然于心性的这个悟境以后，知道它是一味之法了那么然后再做一些可以说是同时具备了防疫性的科学引导施设出一条又一条的脉络，各种背景这我们是不能够推翻和抹平的。就是这种带有防御性的科学引导，就是每个宗派每个法门，为什么它有排他性呢？就是防御性，害怕你混乱，那么你就依着这个宗派学为什么叫科学引导呢？就是它给你设施了一套非常程序非常正确的一个步骤，让你依之而行。佛法太广了，所以一门而入你不能把它推翻了抹平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其实呢，越是条理清楚，才能显现出它的统一度是最高的。也就是我们越分得清楚，才能够会得越清楚，而不是说你还没到最深处，还不学会转身的时候，在出入门的时候呢，就把它绕成一段乱麻，就根本进不去了。这就是这篇论文说为什么不要混乱。具体打一个实例吧。真实的例子，释迦牟尼佛当时说法的时候呢，运用了这样的一个诀窍怎么个诀窍呢？当时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呢，讲法呢一共49年，这49年中呢，他各有时间段。你比如说一开始他讲华严经，然后又讲安含经，再讲方等经，再讲般若经，再讲法华经，他是有五个时间段的，叫五时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五十的时候呢，大家通常的意义上我们都知道说华严经的时候呢讲的太深奥了，都听不懂。那么慢慢的就讲阿含经，就讲的小乘佛法起步。那么再慢慢的向小乘向大的迈进的时候呢，讲了方等经典。那么讲完方等经典以后，大家很多执着就只能讲般若经，讲这个毕竟空来破执着，什么都是虚妄。最后呢总结陈词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讲的法华。那这就分了五个时间段，我们一般都知道这叫五十，这五十其实就是一种条理。如果你说为什么非要这么条理呢？那么讲华严经的时候也能讲阿含经呀，讲阿含经的时候也讲般若经呀，它不是这样的，它确实佛讲一辈子经就是这样的，这就叫做不混乱那么不混乱的时候，那么可是为什么又说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呢？就是五十我们一定要把它定性的隔裂开来的时候，这叫别五十。还有通五十是什么意思呢？通的，会通的。通五十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佛讲华严经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些小乘根性的人呢，他就听不到华严的究竟道理，他在华严经里面听出了阿含的道理。就是说这个功课呢有100分，但是由于他只有考50分的能力，他就只听到50分的水平。所以说100分的课程里边并不妨碍50分去听，他是可以会通的。也就是说讲般若经的时候呢，听阿含的人呢也可以听出阿含的道理。听阿含经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小乘根性，但是如果有的人是大乘根性的，他听小乘法他能听出来大乘的究竟意趣，这就叫会通了，就通五十了这就是一个混乱和会通的问题。如果你强行把它打乱，说既然平等一位，那就不要分五十，这就叫混乱了。那么你这五个时间段分得清清楚楚，然后再知道说如果有的根性在听小乘的时候呢，它具足大乘法的根性，那它可以听出来大乘法，如果听大乘的时候它只是小乘法的根性，那只能听出小乘法，是并行不悖的，这就叫做会通今天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综合教，其实是并行不悖的，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条理清晰了之前就把它给混乱了，就是这么一个背景。所以我们理解什么叫做混乱这个题目上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宗教，一个是混乱那么由于讲综合教不适合这样的去混乱认知的一篇论文，就叫做宗教必混乱论对于这个题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了解就到此为止。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走入正文，先看一小段，大家来看这一段来读：如来说经，诸祖造论，宗教二门原是一法，存无可分，亦无可合，随机得意，
随意立名，上庚一文动了自兴，元修道平记名为宗。此曰后世说，当初但指圆顿教耳。这个就开始就深了啊，大家要慢慢的开始会透啊。首先就一定给大家交代这篇论文的义理是很深的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两个啊，这两句话叫如来说经和诸祖造论啊。如来佛祖啊，一开口都会说这句话。什么是如来呢？啊，我们也知道，释迦佛有十种称号啊，其中就第一个就叫如来。那什么是如来啊？咱们今天就不去依教而解了哈，说俗了，直白的来讲，如来就是把如如不动的真理，这个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用作世俗的呈现，就叫如来。啊，这个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如果我们随着像他一样，就是如，如果他引领我们，随着到我们来这儿度化众生，就是来。啊，所以如果是把佛作为一个真理的体现，那么就是从来如此，如此再来。如果把它作为一个人性的发挥，就是乘如实道来成正觉，这就叫如来。啊，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啊？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佛这样的一位觉悟者，那么他的视野呢，是可以说是已经是圆满不动了。啊，在这个圆满啊，充满了不动的本性的范围中呢，他其中的一些虚幻面，就是都有此起彼伏的因缘，是从来不曾停歇的。就在他的不动的视野中，里边是因缘法呢，是可以类似的理解，就是暗涛汹涌，不曾停歇啊。那么为了让这个不曾停歇的这个苦海中的这些众生们呀，可以攀升到他这个充满了不动的尽情的这个圆满视野中呢，他会善巧的，非常巧妙的潜入到这种因缘中去，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来度化，这就叫佛的功德，就称之为如来。所以我们说众生无边正在度，就叫如来啊。在这样的一种波涛汹涌的三界苦海中，这种因缘中，他用什么形式来进行呢？用什么形式呀？每个世界都有每个世界的特色，每个世界都有每个世界的情态。那么我们这儿的特色，一个功能就叫说啊。你看说嘛，言字篇过来一个，上面一个倒着的人对下面一个耳啊，这样的一个，那就说明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用口来进行沟通，一个人用跟另外一个人用耳朵来进行了解，这就是说的内涵啊。说就是畅所胸怀嘛啊。所以说从蓝毗尼释迦牟尼佛降生啊，到30岁出家成道，一直到圆寂啊，80岁的时候，那么他这一生他老人家的功德就是说在说经，就是用口的功德，利用众生耳朵的闻性来讲解真理，只能依附在口和耳朵的相互作用的这个层面平台上来讲解真理。真理的汇总合成我们文字语言书本，最后它的概念有一个命名，就叫做经啊。这个圣者说的叫经，贤者造的叫论啊。所以这里叫如来说经啊。什么叫诸祖造论呢？祖师爷呀啊。我们常听说有些门外汉说到如来佛祖，如来佛祖祖师呀。我们常在初一十五的时候都会说啊，顶礼西天东土历代祖师，他是随佛学修成功的佼佼者啊，他是有解有行的大德。有解就是准确无误的理解佛的法义，有行就是老老实实的依着佛教而行啊。所以说在这样一种学佛队伍中成功的精英人士称之为祖师吧啊。所以说如来佛和祖师不一样的啊，不要混谈了。那么特别是我们现在称为祖师的话，如果说第一代的祖师，那就是迦摄尊者啊。当时佛在灵山会上，那么大梵天王供养他一只
这个大金色莲花，结果呢他就一声不吭的把这朵莲花拿在手里示众，在场的百万人天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啊，只有加持种子呢破颜微笑，这就是祖师跟佛之间承接法脉的地公案啊，教外别传，正法演藏，涅槃妙心啊。所以说所谓的祖师呢，就是对于佛传下了这个心法，佛祖心法呢，他能够正确的承接过来再传下去，而且他一定会让在同时代的人具足了根性的人呢也能够发明心性啊，并且可以在这个不妨碍真理变味的同时呢带领出一条当时的人能够接受的操作的方法和方式，就是法门啊，体现在他的著作中就叫做论，论点。所以三藏就是佛说的经典，还有律典，还有祖师们造的论点啊，这里讲到的如来说经，诸祖造论，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看哈，这里讲到的说宗教二门原是一法，大家要知道哈，不论这个佛和祖吧，他们都有一个原则呢，讲法一定要契机契理的。那么这个综合教的这两门呢，为什么这里讲到的原是一法呢？啊，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境界的两种视野啊，宗的表达方式视野呢，在这个境界上体现了它就是已经究竟到了这个至高的境界了，所以就叫做契理了，把这个真理已经误入进来了。那么教的表达方式呢，就是通往这个至高境界的路途中，也就是契机。契机是什么呢？就是说让大家都能够得着，你光在最高的制高点中间没有一个桥梁，怎么去够得着呢？这就是教的功德。所以说也就是立足于这个最高的平台境界吧，这就是宗。那么从境界最高处铺至这个起点的次第上面的台阶呢，就是教法的内容啊。如果大家能够了解了这个的话，我们再来说这个宗教二门原是一法这句话的内涵。为什么说这个宗和教是相即不相离的呢？啊，你看这里有一句话说原是一法。原是一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根本点上呢，你看后面还有一句话是从无可分亦无可合的。啊，就是从根本源头上呢它是不二法门。啊，没有所谓的我们现在一定要冠以这个概念宗和教的分别。啊，既然没有分别了，相对就不需要合了呀，它本来就是如如不动的这个真理，它就是这样子的，你去分了就是切割了，你去合了都是头上安头了呀，它本来是一块，你为什么要去合呢？啊，所以这里宗教的出现是从哪里入手而有的这个分别呢？就是从我们起分别的时候，对于没有悟到这个真如境界啊实相的人而言，为了引发出它的弘化的功能作用，所以这里叫做综合教啊。你看印度这里讲到了吗？随机得意，随意立名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随着根性的不一样呢，有了利益的深浅啊。那么这里讲到上根一文呢，动了自心，原修道平，即名为宗。就是说如果是上上根基的人呢，他特别善于悟明这个心地啊，一下就了然开悟了，明心见性了，然后呢又在这个开悟的境界中呢依照着次第来修行，这就称之为宗。那么有一些宗根或者下根一类的人呢，在虽然没有开悟了，但是呢他同样还是依着次第而修行，慢慢的逐渐了悟到这个真理，到了宗的境界，那么这个过程呢就称之为教啊。打个比方吧，你比如说我们说上根人叫做宗啊，就等于说走台阶，比如说从开始修行到最后圆满是100个台阶，那么每一个台阶呢，如果说上根的人呢突然间就在白天走台阶一样，在光明中他每一个台阶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始终知道就在这条路上，所以他每一个台阶都走得心知肚明，一目了然的情况下走。
虽然走还是那样走，但是呢，每走一步都有光明的这种照射，这就称之为圆修道品啊，已经开启了光明了，我在光明中去走这条一目了然的路，就叫做宗，这就叫圆修道品了。道品就是次第的意思啊。那么这里讲到的此曰后世说，当初但指圆洞教耳，就是这个分别怎么来的呢？是曰后来的人给他冠名的。在一开始呢，只有宗，只有教，宗和教就没有一个宗教的分别，宗就是教，教就是宗，都是为了言下就大悟，圆洞法嘛，直接就悟了嘛。从教也能悟，从宗也能悟，所以教和宗的功德是一样的啊。但是慢慢怎么样呢？大家来看啊，宗下闻之，这个我们再给大家贴出来啊。宗下根的人呢，他是静修道品，见悟真理，即名为教。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宗下根的人呢，他也在这一百个台阶上走，这个是不会乱的，教就是这一百个台阶。可是他跟上根人所不同是在了吗？上根人在白天光明中走，他在黑夜伸手不见五指中走，摸黑走。啊，虽然是摸黑走，他也是这样走。啊，一是这个有人指引的道路而行，就是教法的道路。啊，终究也会慢慢走到上面，天也亮了，见到光明。所以是这个走的过程就叫做教。啊，所以说走的路是一样的，上根人是在自己心里明白的光明中走，宗下根人呢在黑夜中随着明白人指导这条路不偏不倚的走，一模一样的走。这里我们才可以讲到宗与教的差别，就是从这个层面才进行的分别啊。上根基的人呢动入到这个心性的利益了，就叫做宗，那么宗下根基的人只能够渐入佳境，有个过程，就叫做教啊。所以大家看到为什么我们刚才再回过头来说宗与教原是一法，从无可分，亦无可合呢？再做一个比喻，宗就是立体的全面的真实境界，教呢就是为了进入到这个立体境界中而设的平面指引。但是我们同时要知道，平面指引并非不在立体境界的范畴，立体境界呢必须用平面来进行指引，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体的，本来是一法。曾经的人呢直接就从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进入立体，慢慢后来的人呢有了上根和中下根了，上根的人呢直接进入立体就叫宗，中下根的人呢必须依照平面走一段时间，最后才进入立体，这就是教啊。所以呢其实宗和教的分别本来从无分别中而有分别，就是一个是顿，一个是渐，从这个迟缓上见了分晓了啊。那么这个分晓为了让我们后人能够学者能够懂得，所以才随意立名，你看随机得意，随意立名就是随所受的这个利益，才有了宗和教的差别，让我们去理解认知啊。大概大家领悟一下，就好比说地藏经里面说有一部分人呢是闻即信受，有一部分人呢是勤劝才能成就，差别就是有些类似吧啊。这就是宗和教，什么是宗，什么是教，一开始要总体把握，这样认知。那好吧，那么今天呢不敢再多讲了啊。我们大家要知道今天的学习脉络啊，再给大家理一下。首先呢要了解到学习这篇论文有几个切入点，那么其次呢大家要知道就是宗教要搞清楚混乱是什么状态，这是第二个版本。第三个呢就是这篇论文的开篇啊，我们已经给大家说了，说从如来说经祖造论，那么宗和教的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合法，分的时候是由于什么而分啊。那么这个既然分了以后，他们相互之间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一个差别，大家要好好的领悟一下啊。你看这一篇论文一开始上来就比较难适应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参悟，多多的复习啊，不断的复习思维法义啊。那么今天的法义呢就到这里，现在呢我们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南无阿弥陀佛。